个精英，入乡随俗。你干哈去？现在要继续？我咋来了？请跟我来说几句。到了黑龙江，下着这漂亮，去了龙潭，哈尔滨随俗都蛮香。好的，看地图，不要再迷路。哎呀妈呀，这里有东北老虎。几次滑雪，我很期待，结果摔得惨。我在不觉可你的锅包肉热了好吃，但不要给大忽悠。别说木头脑，还有太阳岛，我需要你提出来自星球。5%就是满足，你知道吗？创造车带指路，你说你戳啥，我就回答冲你砸。看俄罗斯的影响，哈尔滨，在索菲亚的教堂，哈尔滨，中央大街市中心，哈尔滨，吃马的哈尔滨麒麟，去中国最北边的省，一路顺风，你一定要去哈尔滨，回忆冒在你的心，入乡随俗。让我来介绍一种哈尔滨最棒的街，有城堡、风物、雕像，但是你看都是冰雪。30度零下，哇塞，这个地方贼冷。怪不得我听说过这里号称冰城。几十尺子的白房是我的第四次，看哈尔滨的名胜古迹，而是回到历史。如果知道发生过什么，去看7-3-1。不能忘，不要重复那些士兵杀。好的。说完了，要不要来哈尔滨？哇，我疯了！入乡随俗。